我从来没听使过赵腾，这是上天许的缘。在我生命中，如果有什么是我无法承受失去的，那就是你。 代你报告，戦争に行くことは決まった。不试试怎么知道没有希望？你要相信我，我能学会的。我当然相信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周大胆。只要我想着跟他一起生活，我的命就不太坏。 你会记得的，美好的回忆总会回来。我相信他还活着，我都要找到他，这是我的命。如果没有战争，我们会有一个怎样的人生？